暖的嗓音献唱歌曲，要来怀念大家心中永远的孙悦，孙叔叔。孙叔叔就像他的人一样，走得很潇洒，走得很有尊严，没有人看到他生病的样子，也不需要人家去灵堂给他鞠躬麻烦人家。2000多名亲友齐聚一堂，特地选在世界无烟日这天举办感恩会，要和他最后道别。孙悦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男主角，现在的孙悦是他为了这个社会的付出，可是私底下的他自己的这个本身其实是非常幽默有趣体面的一个人。成功把孙悦捧成金马影帝，对于谭平导演而言，他既是朋友也是最好伙伴。感恩会现场放送孙叔叔的精彩一生，电影公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文化部长也特地颁布褒扬令，感谢他对社会不遗余力的贡献。我们不能一天到晚都在哀戚之中啊，我们有着美好的过去，那就是你的拥有，你拥有你的过去，生有时死有时，我们心中会坦然，我们会纪念曾经跟他有一个美好的时光。走到最后还是这么善解人意，孙叔叔留下的亲笔亲读信让现场亲友们频频拭泪，即使再也见不到他，但大家知道这个天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记者苏一欢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